什么又是我？为什么总是我？对不起，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长剑，跟我们亲近的人离世，有可能是老天给我们发的信号，提醒我们，最可靠的那道屏障消失以后，迟早会轮到我们自己。正因为生命有大限，我们才应该更努力地去生活，去创造，去爱。如果人真的能长生不老，其实也挺无聊的。可为什么又是我？为什么总是我？对不起，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秦白桐，你这辈子失去过什么人吗？我17岁那年，我最好的朋友就死在我的眼前。他叫宋然，死的时候也是17岁。宋然出事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我没接到。其实我也没干什么正事，我就是在网吧打游戏。宋然他吧，从来没打过架，那是第一次，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他的死是我的错。你这一直在说杀我？我认真的。宋然没了之后的每一天，我都在想，为什么死的是我朋友，又为什么非让我看到那一幕？如果人会那么死，那到底为什么而活着？那你现在有答案了？有一个人给过我答案。